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9:05黄昏，我是9:05黄昏的主唱 Jaco， 哎，不是，讲错了，我是9:05黄昏的主唱柯靖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喂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键盘手，嗨，汉唐。OK， 汉唐你好。然后我们是一个翻唱10年前的一个老旧歌的团体，就是我们在平常会在那个 Facebook、IG 还有 Twitch 上面直播，每个礼拜都会不定时的直播，然后就翻唱一些可能专辑里面非主打歌的那些歌，还有一些唤起一些老歌的灵魂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带来一连串的老歌精选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稍等一下哦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电台的模式在经营的团体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台歌，然后这边为大家献上。但是献上之前呢，我先找一下歌词。苏芮的《是否》。只为挽回我曾离去的家园。
尽量的走。谢谢，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《爱情酿的酒》。其实我会知道这些歌，是因为我妈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原住民，所以他们就开了卡拉 OK， 很多那种老歌都是从里面听到的，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刚下班的一些部落长辈，然后来我们店里唱歌，所以就从小耳濡目染这样。当然，就这样在那个老歌的音乐包袱里面长大了这样子。你呢？我也是小时候，我家人会放一些。你刚刚讲小时候的话，好纯真哦。你说你很老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很像小孩的感觉。对啊，小时候家人会放一些什么台语老歌。比如说像什么黄昏的告别，黄昏的告别，好像不是这样唱，怎么唱的？告别，哇，你有认真唱吗？哦，还有嘞，还有一些邓丽君主曲是必备的。可以，我们今天也会带来邓丽君的歌曲，没错，好像大概两三首吧。我们就很贪心的准备了将近快20首歌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唱完这20首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少讲话，没关系，如果唱不完的话就欢迎大家追踪我们。哦，对，九点黄昏这边有那个 QR code 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叫柯靖，然后你是汉唐，我们是九点五黄昏。每个礼拜不定时的会在那个 Facebook、 IG 还有那个 Twitch， 我很怕自己讲错，在上面会不定时的直播，然后分享一些老旧歌，然后跟一些可能隐藏在专辑里面的非主打歌曲，对，唤起这些歌的记忆哈，因为太多歌都唱不完。没错。好，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，我也是在卡拉 OK 的时候听到我妈妈唱的一首老歌，然后有一次汉唐在不知道在哪里信义区。看到是小提琴吗？Saxophone 就弹奏了这一首歌曲。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这首《礼貌山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这首歌叫《我的眼睛在下雨》，很可怜的感觉。好。Thank you.
我的眼睛在下雨。希望大家今天听到，或是第一次听到的话，回去可以放在你的那个音乐的 APP 里面。没错，蛮适合这个天气的感觉。对，就有点很可怜。就不止天空在下雨，你的眼睛也在下雨。哦，哎，很会讲哎，不愧是汉唐。好，那我喝口水。Hello，Hello， 刚路过的人，你们好，我们是9:05黄昏，要一直跟大家介绍我们，这样他们就会回去说，因为一个9:05黄昏的名字在这样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世界名曲，应该随便找一个人上来唱，他应该都不会唱。真的吗？我感觉，要不然你抓。那你要找吗？好，我好像不敢啦。这首歌，李宗盛写的，然后陈淑桦唱的。梦醒时分，歌曲，但是你知道家里的长辈可能就会在家里播放，或者是他们就是朗朗上口的唱起来，但是那个不知不觉音乐的旋律已经在你那个脑袋经过了。然后你现在呢，如果你一样走在路上，然后突然听到这首歌，你就会开始想起小时候的那个时光。对，就好像那个旋律好像住进你的身体里面。对，那个记忆跟那个旋律一起，对，就是包括在里面。而且你可能听到的时候会想到当初
知道这首歌的那个场景，对，跟谁啊，谁给你听的，然后解释现在自己还是不是跟当初一样。哦，要这么悲伤，要这么悲伤。下雨天呢，我觉得这个天气好像有点浪漫，没错，非常适合唱我只在乎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真的啊。
掉进去了，粉红泡泡这样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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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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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吓到。好的，刚刚唱了两首，应该都是世界名曲，相信随便问一个人，他们应该都会唱吧。然后来唱吗？哦，随便一个人。好，下一首歌也是世界名曲。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叫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有一次我在看，应该是什么《中国好声音》之类的，然后听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，他叫做刘明湘。他之前有参加过《超级星光大道》，然后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，跟他唱歌的选择那个方式，轻轻柔柔的，然后很舒服，舒服中又带一点很 sexy 的感觉，从歌声里面这样。你要唱歌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唱到自己的味道，没关系。而且今天的歌单好像忘记安排你唱歌了，没关系啊。但是我用手唱歌的，还是我带来一首《夏夜晚风》，没关系。紧张，快紧张。好啦，那我们因为有靠近一些水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来唱这一首娃娃的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也是李宗盛写的一首好歌。蛮多字塞在一起的，我刚好被吓到。好，重新调整一下。磁场找回来的时候，哦 ，OK 哦，下一首歌曲很好听，可以，像我歌曲的灵魂应该找得回来，可以，接续之前上一首，对，邓丽君的《千言万语》。
讯息我，然后跟我讲很多笔记，比如说主持的笔记啊，然后希望我主持可以像张飞一样，或者是白冰冰。我说妈，认真。然后也会给我一些，就是怎么叫我在直播上面不要乱骂人。然后我说，哎妈，但是我骂的人都是我认识的，要不然我不可能直播上面骂一些我不认识的人。当然了，太认真了吧，太做自己了。然后很感谢现场还有撑着雨伞听我们的歌的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在这样的天气，对啊，感觉啤酒节就是要有人喝醉啊，可能还不够晚吧，还不够晚吗？对，好好好，对。哇哦，下一首歌曲《祝你幸福》。我这次我听到这首歌是好像是亲戚朋友结婚吧，然后。结婚的是妹妹，然后哥哥上台唱这首歌送给她，然后当下我还记得我是在国小吧，然后就对这首歌非常有印象，就是一种好像送你走这样，让希望你一切都好，放手让你飞的感觉。那我们就试试看，来唱唱看这首《祝你幸福》。
曲凤飞飞的掌声响起。还记得是在高中的时候，这首是送给我们老师的歌曲。孤单站在教堂，听到掌声响起来，我的心中有无限祝福跟掌声响起。我刚好祝福是张学友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而且都不是祝你幸福，我刚后面一直改编哎，我自己也吓到。即兴 R&B 的部分。对，然后换不起，我就突然想不起来，哎，老歌那首歌手要怎么唱到后面 ？OK OK， 掌声响起，祝你幸福。有哎，这样两首歌接在一起，就是有够幸福的。对啊。OK， 好的，那我喝口水。会不会我们唱这些老歌，他们会比我们的年纪很大？这样，其实我们还是会唱新歌的，好不好？再来一首新歌，那就还有个字哦。好啦好啦 ，OK OK。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是9:05黄昏。如果有刚入过的新朋友的话，欢迎追踪我们的Facebook， 还有 IG， 还有 Twitch。没错，上一次我不小心讲 Twitter 哦。其实我们 Twitter 也可以创一个吧？也可以啊，很国际化的这样子。如果大家有需要演出，也可以找我们。对，就是一些婚礼啊，或者是公司办活动啊。或者是可能，Hello， 新朋友，你好，很热情的新朋友，迟到喽。OK OK， 好，那这首歌曲，我还记得这首，你知道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吗？跟这首歌的故事没有，那个来自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不好意思，我大了歌。OK。哦，我记得就是国小老师好像知道我很喜欢唱歌，然后他就说，阿爸校庆有一段中就是全班没有事情的时间，对，校庆就是有时候很多活动，然后有时候有些时间会闲置，阿爸你就在这个时候上台唱歌给大家听，唱给全校，当然不是全校，怎么可能全校？用广播系统来唱？没有，是在班上的人，就在讲台那边。然后他就，我就说大概老师大概多久？我很认真。然后就是他要是那一个小时吧。哇，好像是来一演唱会了，就是一堂课这样的。然后为了这件事情，我还去上网查了一些演唱会啊，小型演唱会他们怎么安排歌曲流程。国小六年级，我就在从小是专业歌手。对，然后我就写了，不是写了，我就选了10首歌，然后。我想说，虽然唱一些新歌之余，还是想要带来一些老歌。然后我就问我妈说：“妈，你有没有什么老歌？就是跟我讲，就是你之前唱的，那我可能有熟能详。”她说：“阿爸，你唱那个《恰似你的温柔》这样子。”她说：“你要好好唱哦，因为就我妈不太喜欢我小时候。哦，我先讲一下，我妈不太喜欢我唱老歌。她说：为什么？她就说。”因为我小时候唱的时候，他就是把老歌的那个味道都没唱对，听不懂，没有历练，那个味不对，讲那个味不对，就是靠唱得太年轻了。小时候你就想说要把歌唱得很澎湃，很好这样，技巧上对，然后就忘了那个歌里面的感情，然后你要有一种然后就长大之后呢，就当然你看得懂歌词之后，就会把自己的那个情感。就自己的故事放进去，对，想说当作是自己这样子。哎，我们讲完了那个故事，然后我就选了10首歌嘛，好，这首歌呢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子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些，比如说，因为我那时候偶像是张惠妹，所以就有很多她的歌，而且很多是，我不是唱最红的，我会挑那种专辑里面很冷门的。然后因为另外一首叫《因为有我》，哈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？啊？阿美的，对阿美，他就是中间就是会哈哈哈的，然后我就选那首歌，到全班没有人跟我唱，而且我还没有人听过嘛，对，没有人听过，然后还那时候还不会找伴奏，有些还是用那个 CD， 就是原音歌曲的，就是播放，对，然后就一个人在台上，然后还是会拿着歌词嘛，然后这样空唱，这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，然后唱完10首歌我就这样下台了，有没有讲什么特别的话？上台之后也不会介绍，就是我上台就直接拿麦克唱，然后直接唱几首，然后10首这样连着唱完，超无聊。
好，那你现在唱会想起那时候的感觉吗？当可能会想起那个在那个讲台上面的那个画面。对，那我们就来带来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收录在1981年《你的眼神》专辑中。
我看到很多新朋友在那边。那下雨是不是停了？是吗？是停了吗？感觉好像停了。但我还蛮喜欢就是下点微雨、哦，然后有一些他们有棚子的，然后那个我不要，就是旁边的，旁边下就好，不要淋到我。Okay. 然后微风像轻轻吹啊，然后喝点酒，好像蛮舒服的。对，我刚刚唱一唱，感觉自己好像飘在那个云端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有一种很清闲的感觉。用这首歌的时候吗？对啊，有一种很温柔、很浪漫，有一种仙气的感觉。你说我有仙气吗？就你刚刚唱这首歌，好，谢谢，这是很棒的赞美，客气，不错。好，我们刚刚那些歌曲呢，都是蛮浪漫柔美的，没错。现在要来一点点稍微的怎么讲，这个，就是在人生旅途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会迷失自己，突然在讲一些，不是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要讲一些很认真的话，很好笑。哦，就是人生旅途当中呢。我会遇到很多事情，然后偶尔我们要就是可能在房间里面啊冷静一下，回头想想现在是不是正在做的事情是跟当初是一样的。嗯，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原来的我。觉得很别扭，就是你觉得比较害羞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害羞跟，就感觉你要唱歌的时候就是一种表演的感觉，所以我的表情或者整个就会想要认真起来。Okay. 但是那种聚会感觉不能太认真，对啊，因为就是感觉
好像随便亲口这样这样随便唱一下这样就好。然后反正就一样，就是那种聚会，对，聚会，家族聚会，对，家族聚会，然后大家轮流唱，然后就是一些长辈就会开始弹吉他，然后就一种调，然后就是被连接了很多首歌曲。然后我姐姐堂姐吧，对吧？对，堂姐呢，她就唱了这首歌，这首歌好像是姐夫，在跟她就是谈恋爱的时候热恋期的时候送给她的歌曲。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，然后我也就对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，但是我一听到她唱第一句歌词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这首歌。来自黄莺莺的1989年那张专辑叫做《日安我的爱》，然后这首歌呢叫做《梦不到你》，好可怜的梦不到你的感觉。我们就来听听看，你在说些什么？也许现在的你日子过得并不容易，也许现在的你有着自己的天平，虽然自己断断续续有你的消息，可是在梦里已经找不到你。也曾有人问起我们过去的爱情，也曾偶然想起那一段甜蜜的记忆，在我心里年少轻狂也曾过去，我的世界里早已不再有你。
谢，谢谢。有，刚刚不知道你的感觉。有，我刚自己唱边看歌词。为什么姐不要送这首歌给姐姐？因为悲伤很多。对啊，我当初也是觉得很疑问，他什么意思？他可能只是就是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可能我姐夫唱的也很好听，然后姐姐可能是被姐夫的歌声迷住，应该不是被这首歌的那个。要不然你刚才悲伤的情绪，对啊，悲伤歌哎，应该会分手吧？对啊，他们家很甜蜜，很幸福这样子。就我姐姐很会唱歌，然后我姐夫呢又很会弹奏那个吉他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我不知道大家前一阵子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刻在心里的名字》，但是我们要唱的歌不是《刻在心里的名字》，是他们在里面呢有唱一首。老歌，这首歌叫《这个世界》，一首非常非常简单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力量也非常大。人生旅途当中，又讲到人生旅途这件事情，就有时候很怀疑自己啊，感慨人生啊，但人生就是这样子，这个世界就这样子，我们不如就快快乐乐的活下去，好吗？带来这首歌，蔡澜清的《这个世界》。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就是他突然出现在那部电影里面，我突然就是觉得啊、哦，
这世界很复杂，但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眼光？眼光？哎、欸，怎么说话情调？用什么眼光？对，混血儿，用什么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？哦、，OK， 要活得开开心心，拥抱自己，好吗？没错，没错。下一首歌呢，是一首世界名曲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，他是张雨生。但是我们要唱这首歌呢，是《天天想你》，很甜蜜的吧，对不对？天天想你，天天问自己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？天天想你，天天守住一颗心，抱在好地安留给你。当我伫立在窗前，你越走越远，我的每一次心跳，你是否听见？当我徘徊在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。
好好听哦，很会唱，谢谢，很会弹哦，超好听的。刚我很喜欢你在弹间奏的时候，就我在那个时候可以很认真的听你弹琴，感觉我在唱歌好像都在听一样。你轻唱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很认真的听你唱歌。哦，一样翻哎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好像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剩八分钟，八分钟好。哎，很厉害哎，我们竟然差不多准备都有。对，我们准备的歌曲都有唱到，还以为会有就是没漏到的。下一首我妈妈很喜欢，你妈妈很喜欢下一首歌曲。嗯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我也是那种听过这首歌，但是没有特别去放在自己的那个音乐软体里。嗯，是有一次我的同学跟我介绍这首歌，他说感觉很适合我唱，嗯，所以我就去听，然后三次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唱这首歌，就爱上了这首歌。OK， 好像有很多新朋友，可以跟大家介绍，我们是9:05黄昏，我是柯靖。欢迎追踪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。那你是谁？我是汉，我是键盘手。汉唐。OK， 那我们就赶紧来带来这首歌，来自梅艳芳。我刚才也讲桂纶镁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可能都很类似吧。桂纶镁、梅艳芳，好，不要纠缠。这首歌叫做《女人花》，送给你们。
远方不停留，像春风慢悠悠，人人如花花似梦。谢谢 ，OK OK， 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是9:05黄昏，那我们的时间好像差不多，对，是我们两分钟的歌，两分钟的歌吗？可能是阿令的自由吧。我们是在Facebook、IG， 不可，我刚说 Facebook， 是啊 ，IG， 然后还有退曲上面直播的一个团体，我们叫9:05黄昏。通常我们在直播里面就会翻唱一些10年前以上的老歌或旧歌，甚至就是放在专辑里面的非主打歌这样子。然后这些歌曲呢，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最多时候，然后。可能听到哥哥姐姐啊，或者是爸爸妈妈，他们会听会唱的歌，然后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。我们在这个时候重新的唤起这些歌的灵魂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也希望我们今天唱的这些歌呢，可以收录在你们的心中，在心中也可以放到你的音乐软体里面，这样子。对，很开心，这样的任务就达成了。没错。好 ，OK， 那要不然我们做一个收尾，唱我们的台歌，好，如何？我们的直播呢是以电台的方式在进行，然后会介绍歌的年份啊，或者是我们就是跟歌的故事。那电台都一定会有台歌，这首歌呢就是歌名就叫做9:05黄昏，没错，好，作为今天的收尾，对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好 ，OK。爱是久久不灭，爱是繁星点点，如何时光似你我要沉醉黄昏。收听到我的电台是9:05黄昏，希望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些所有歌曲你们都会喜欢，我们下次直播见 OK， 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的隐形眼镜好明显。拜拜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阿谦爷爷 ，Royal TW， 谢谢。替代品。TW。好 ，TW。Hello， 元素，谢谢大家。马上，谢谢猪尾巴，谢谢你们 ，Win， 拜拜，拜拜。Twitch Major， 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Miss Singer， 进。The most beautiful from Taiwan。哦，呜呼。拜拜，拜拜。